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不讲道义，不守法，根本没办法生存。这马龙头一，我阿乐没有资格做。背信弃义，不配当龙头。你涉嫌勾结黑社会贩毒，并且与周东青涉案有关，我现在正式拘捕你。最好先弄清楚自己是人是鬼。 我当了老大之后，整个人的思维不一样了。想知道阁下有什么打算？把我洗白，我要从政。你能加入这个圈子，是因为我看得起你，并不是非你不可。你是不是吓傻了？临危不乱，真不怕死啊！ 敢踩钢丝的人，就不怕死。